提醒各位，如果你走直路的话，那你是没有效果的。我今天把话讲得很清楚哈，干部把老板话直截了当去向员工讲，这就是不尽职的干部，因为他就直接去跟他讲就好，干嘛透过你？干部把员工的话毫无保留、完完全全向上去反映，你就在这制造问题。我想问题整个的症结就在这里而已。我们中国人要走的路，千万记住，它是要拐弯的。我们很少走直路的。